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款我弟弟最爱的轨道车，全程无电池操作。首先我们从车站出发，然后用转盘转动方向让车车通过，然后以传达方式达到顶峰。转动飞机方向，按下按钮让飞机吊起车车，放下桥让车车通过蓝色轨道，用起重机吊起车车到达。好玩的小章鱼变脸玩具来咯，这个小章鱼会变脸，看着它还会转圈呢。哦，转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呢。哎，哇，真棒。哎，停吧，它这个上面还有灭鼠先锋呢，可以把它摁下去。哎哎哎，还可以再摁回来，是不是很好玩哦？手机前面的小朋友，快来和我一起接豆子吧！准备好了吗？游戏马上开始喽！来了来了，看看我们谁接的豆子多。哎哎，哇、哦，太棒了！哎哎，呜、哦、呜、哦，是不是很厉害呀？哎哎呀，漏掉了一个。哎，又来两个，又来两个。哇、哦、哇，来了这么多。哎哎呀，没接住。哎哦，手机前面的小朋友们，你们想不想来试一试呀？很好玩的。